又到了我们三宝神预测的时间了，看到里面有没有世足赛呢？正在分析，不管是法国还是克罗埃西亚呢，我们现在请我们的三宝来出来帮我们选出来吧。那这个碗下面呢，我也忘记哪一边是法国，哪边是克罗埃西亚了，我们就放旁边啊，让我们三宝出来选择了 ，Go！ 进来哟，进来哟，哪一边？哪一边吃饭了？快点！啊，舅舅，露舅舅，哦，舅舅，有吃的就好了。我现在感觉好像是1-1哦。舅舅吃饭了 ，OK， 好来吃，吃吧。舅舅，舅舅，奇怪，他一定要我妈说可以吃的，跟进来，吃了吃了，吃饭吃饭。好啦，进来啦，吃饭。哇，哦这边呢，哦刚刚大大跟喝酱喝酱，这吃饭吃饭吃饭啦，进来。现在感觉是1-1哦，这个是会 PK 的意思吗？会进入延长赛 PK 吗？我们九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。哎、欸，妹妹，好一脚进碗啊！九九来，进来，这边了，这边了，吃吃吃，进进，拿一碗，喝酱喝酱，行，过来，九来，过来，来吃饭吃饭，吃饭吃饭。九九你要吃哪一个？出了，进来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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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因为九九可能跟他们在吃不方便，但是呢，九九的这个关键的一票呢，就可以决定到底是哪一队获胜哦。现在他们预测大概就是，PK， 好，现在延长赛 PK 的意思。那，进来来，拿一碗，好，带，等一下，来，你们两只先离开，人多多来，等一下，好，九九吃，你要吃哪一碗？吃哪一碗？等一下，好，喝酱。这一碗吗？是这一碗吗？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了哦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一边会获胜。那这一边到底是哪一国呢？我们直接要揭晓了。来，等一下，九九，等一下，克罗埃西亚，哇，是克罗埃西亚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慢慢吃。好，来，还有一碗。好了。哦，各位，那我们你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九九呢最后的一票已经投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一届三宝预测呢，就是我们的克罗埃西亚呢，会得到我们这一个2018年世足赛的总冠军啊。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猜中啊，我这样子就可以练财了。OK， 好，大家呢赶快去参考一下，拜拜。